老板，今晚要来一发吗？我什么游戏都玩哦，救命！好吧。那我的声音像不像权志龙？안녕하세요，감사합니다，权志龙です哟。我跟你讲，你滤镜，你看别人滤镜那么恐怖。那你是不是没有点他们？你还是点我吧。因为我只有40块啊，要我讲几次？你到底要我讲几次？我只有40块。反正要赚4000块了，还不辞职？不要，我要先去办账号，叫人家来陪玩。那算了，我要先跑了。90块半小时，你那么贵哦？废话。那四十块是体验场，好不好？我这无形中赚了50块。对吗？好啦，我帮你打广告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赶快找他玩啦、啊、虽然他只会在那边说真的假的，真的吗？是哦。但是至少他会陪你聊天，他不排斥宅男。我还可以带你吃鸡哎、哦。你好棒！看一下，你叫依依是不是？依依不舍。对啊。为什么有人贡献你2000多哎、欸？他就觉得我，他就觉得我很好玩啊，很有趣啊。嫖客。那我现在这样一直跟你聊天要算钱吗？你可以继续下单啊。所以我不下单，你就可以一直讲到你下一单来再走就对了。10000，我是可以走啦，不然等下被你拽怎么办？好，我10000，干娘为什么上班时候抖10000？他有病。好了，抽奖的东西有着落，10000块。好了，赚大钱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说我对你不好啊，打广告啊，打广告。谢谢老板。那今天晚上马上去薯条加大。好了，没关系，现在有钱了，我们可以点那个比较正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是嘴我不够正吗？没有，少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我帮你打广告、啊，不要说我不好、啊。好了，谢谢了，再见。拜拜。现在要叫一个更屌的，上班族的1000是要给你用是不是？没有吧，那是昨天鬼谷他们说要叫，然后不然看有没有假假，有没有假假，约假假来爽一下。好，找看有没有假假。要叫他还叫女的啊？刘恩士，先选啊，先选要叫男的还叫女的？要先叫假假还是叫女的？女的刚我叫过啊。我再挑，40块，看一下。男的、女的，女的比较多哎。女生哦，真的，大家都想看女生。好，我去看一下。啊，你慢慢挑啊。这正妹，我看一下。干你啊！这在贴小歌姬，我真的是。小歌姬改天叫他来唱歌啦，受不了。你啊，这个中国公安，我要先 ban 了他。真的，一直贴，一直贴中国，一直小歌姬。老板，今晚要来一发吗？我什么游戏都玩哦，救命！OK， 上传到我的 LINE， 我看一下会不会有人点我。你们还是不要点我啊，不要浪费钱。哎、欸，那个，完了，尴尬！你看，没有我，我不是老板，就这么尴尬。哎，你看我这个老板当得多好。我们打大图哦，对啊，好哦，那、啊、小图可以玩2张吗？我可以啊，可以玩到我下一单为止。好，这么爽，走啊！不然要是下去就死了，这样一局就很亏、欸。好佛心哦，你好有爱哦。哦，真的啊？不然你能遇过就是打了一场然后就走了、哦？对呀、啊，打一场，他死赖着不走。打了一场吃鸡还敢走，又还没死就给我跑走了，真假？我们带他吃鸡啊，他竟然不跟我们开始下一场，还加钱？对啊，还给我加钱，40块竟然不要，直接给我变90块，带他吃鸡就涨价，那等一下吃鸡你会涨价吗？夸张，快快五万，你看你要跳哪？我。好，你是问我吗？还是都可以，都可以，你也可以。你最喜欢跳哪？你心里吧。好，就飞这里了。那你今天接几单呢？我就问你，今天接几单呢？
你是我第一单，下去就死掉了。啊，你朋友跟你玩要付钱吗？要40块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为什么？那以后玩一场我就当你朋友就好了。哦，好啊，可以啊，你开心就好啊。干，你真的是救急客家，救急客家人，花40块交朋友玩免费。我佛心事业，好不好？那你做这个做多久了？我6号进来的，快一个月了啊。好，你觉得好赚吗？不好赚啊，我又没有放奶子照，大家都喜欢奶子。那有什么不放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放？因为我朋友说，你就是要走清纯妹，走清纯妹就没人要啊。对啊，干，好惨哦。谁不爱奶子？现在的人，哪一个男人不爱奶子？我就没有那么爱奶子，就是，我平乳控。我怕我要是放奶子照单就爆了，所以你知道，为了避免这个烦恼。那你一天最多接过几单？我那种包夜的。哇，还可以啊？那可以过夜吗？所以八个小时就是算八个小时的钱。假如一小时150，就是150乘以八，才他多给你。半小好像他直接给你2万，跟你说包夜。没有啦。哪有那么好的？所以你是主播。可是我没有在，我很任性，我就爽就开台，不爽就不开台。啊，所以你是17主播？不是。浪 Live， 金刚，金刚啦，图奇，YouTube。熊猫，那你月薪吗？还是也没有？没有达标啊，所以没有钱啊。哦，40块要没了，不要。还在哪？叫他，叫他，叫他。你的证件放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我拉右哦。笑他不敢了，啊。那你快下。哈哈哈！干什么东西？工厂里面。工厂里面是我，工厂里面有。给我。两只。哇哦，完了！你是鬼吧？你再给我补，补快点！你是刚哦，你是选手是不是？你怎么那么猛？ Yeah! 你是鬼吧？打光了，打光了，打光了！耶！啊，舒服，好爽哦！那你觉得一小时比较赚，还是一局比较赚？都不赚。是啦，如果一局这样你们下40的，对不对？我只有拿20。我知道，我已经调查过了。干，你怎么知道我？啊，如果我们打完你还没接到单，我们可以玩到死吗？可以啊。玩到死。可是你会想要跟我玩到死哦？你不会想要再去找别的妹妹？没有啊，我们扣打，我们扣打已经花完了。没有扣打。还是没有扣打。去拿爸爸妈妈手机乱交。不行，你知道上次有一群弟弟，他们就一直拿他爸爸妈妈手机，然后一直找我打LOL，好哦。弟弟是几岁叫弟弟？弟弟高中生，对大学来说是弟弟了吧？大学了，大学就赚钱，嗯。我高中就在打工了，好不好？自己学费自己付啊。这圈子，我们要去哪？直接进圈了，你，哦，你那么强。我超烂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已经叫过一个了。对啊。哦，那你们怎么没有去找别的奶子？或是因为只有40块。哦哦，因为觉得没有奶子的可以40块。所以，而且我很凶哦，我在职场很凶哦，我是那种会很凶的人。有多凶？就是大概 F 吧，这么凶。小他蛇，没有人。所以你是南部人？我是南部人。啊，不然呢？你哪里人？绿豆嘉义人。好不好笑？对不起。Skr， 是你自己想的吗？那你这个月赚多少？光这个陪玩。你说到现在哦？对啊，到今天，到我们这个，到我们这个20块为止。3200吗？3000多。没有啦，因为我会花钱啊，我会去下别的陪陪啦玩，不想认识人之类的。3000多也不错啊，如果做单纯兼职的话。
我是在帮聊天室测试啊，我没有跟人家怎样，我很乖。330330，我是清白的。OK。火爆啊！你呢？我这边差不多到了。哎、欸，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人，右边一枪。干，没撞到。不会。干，你们这开上去是怎样啊？你在怕的、啊？直接冲撞他们就对了。我怕了。他好猛！完了，我们四十块升20块。哎、欸，我灌死一个。啊？为什么捡不起来啊？是，我、哦、这是你的包啊？什么？我破麻？是你们人是说要看的、欸？哎、欸，我你们说你们要看？我用给我找来给你们看，你们现在又不帮又不又要又要来要又不帮我讲话，操！而不是你们想看的。妹的，是你们想干的。哇，这位置超主要。我跟聊天室讲，我最爱的就是婉婷，好吗？没有爱别人，我只爱婉婷一个人。OK。婉婷哭了。打一个。不要怕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礼拜三我们去吃烤肉。哎、欸，完了，后面有人。完了。我们的40块升，那梁恩师，我问你们，啊，那梁恩师，我问你们，婉婷兼职做这个可以吗？差好多，40，就是唱歌，唱一首歌30块，没有用到，没有把40用到淋漓尽致，完了，没有玩到最后一秒，我们真是丢客家人的脸，真的。所以你们是因为40块所以才打大地图吗？对，是啊，那天玩比较久。如果要再客家一点，我会打沙漠，但是我怕这样太客家了，还是打大地图就够了。啊，你们不喜欢这种，的这种哦。还是你们想要听肥宅音？还是我一用肥宅音，你们就叫我下一场就走了？你有什么肥宅音？肥宅，就像这样啊，嘿。对啊，这也叫肥宅。可以吗？像吗？我们这里是没有人，呵呵，好爽哦。是，跟聊天室的肥宅一模一样。等下前面有一组哦。对，聊天就是问一下他平常做这个都在冲三小啊、哦，问他们做这个好不好赚啊？都越来越影响。问他们做这个赚多少钱啊？问他们做这个有没有技巧啊？干谁啊、我靠！就是要问一下，而且刚好我也觉得开实况做这个其实好像蛮爽的，在我前面边做实况还有外快可以赚，还蛮爽的、啊。跑马路上，快了，好奇怪，他队友在左边，还队友在右边，两个啊，队友两个，这边的来，我这边过来了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还有一个，我这边还有一个，刚刚那个位置。你右边一个，我帮你看。会不会啊？一样，来了。他想编我们吧？他不敢。他好像是救队友。没有他队友、欸。你先救他。切，不要再一直乱洗了，乱讲话。这有 SLR。问他最喜欢哪个 PVP 实况组？好，我等一下。那你平常会看直播吗？近期有点懒呢、欸。那你平常都看谁？超负荷。都看外国的比较多哎、欸。你喜欢洋人就对了、啊。看 PUBG 比较多啊。有啦，沙梗 KO 也会看啊。哦，我也会看，我也会看沙梗。他们昨天有叫陪玩啊，可是就没有叫我啊，难过。因为他们比较有钱。哼。哎，这边还有车、欸。啊，没事。哎、欸，梁小问问题，然后现在又要说我怎样？我只问他问题啊，你们叫我问的哎、欸。没有，好，都不要问，都不要问。操，没时间。我现在都不要讲话了，我不要讲话了。看过龟狗吗？哦，有，很好笑、啊。他很像娜娜。穿内裤跑来跑去。
干，都压不到他，一枪都没打到哎、欸，我都压不到他哎、欸。啊、他是不是有人点他了？他怎么没按准备？他不想打了，不接客家单，想跑了。管闲做事啊！快点放人家走，哈哈，赚钱，赚钱拍急拍坦呐、啊，我急。One two four three， one two four three。傻眼，为什么最近这首歌一直那个啊？有人直接密我说，请问你会唱福利熊吗？那你会唱吗？那你会唱吗？福利熊熊福利，福利熊熊福利 ，one two four three。可能要声音很可爱的人才适合唱啊。可爱很可爱 ，Everyday， 我就在那边弯头福利。对啊，就唱啊，人家说不定觉得你好玩，就下次就一直狂点。哪？东北六五。我看见原来是。我快丢。二楼。165之间二楼，哇，哎、欸，哇，干压不死啊！啊，打，玩免费还那么烂，他不想玩了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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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跟人家那个好了，不要给人家凹那么多场，唱完就放你走了。40块的最后一个要求，不然你会唱？那你会唱什么？买你会不会？买你啥？没听。好，你可以走了。去哪里呢？是不是需要期待好吃的？那我最最最喜欢了。好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感谢你的熊福利。